龙跟小雨说，你要帮我完成一个事情，我才会告诉你。那件事情就是你要回我家去帮我，就是回我的老家去找我的父母。嗯，想看看家人。然后他们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团团跟青蛙。然后团团说：“啊，我很生气，我要把你丢进火里面煮掉。”这个锅子，这是一个支线啊，支线任务，支线任务，现在支线剧情。小雨跟龙看到了一个小孩跟青蛙，然后小孩把青蛙丢到锅子里面煮。团团小孩，团团小孩，团屁孩。好，对。而且是哈基青蛙，然后那个王又被不是王子，好不好？好，好，好，王子，王子，王子，想要王子，哎，还有王子，青蛙还中毒，好不好？好，那个锅子有毒吗？他愚笨吗？他补状态，他补状态啊！他把 buff 全部补回来啊！然后呢，那只那个团团嘛，就把那个青蛙锅子里面的那个青蛙汤就喝下去了，结果他自己所以他喝了什么东西？他自己也中毒而死了，小孩也死了，锅子里面的青蛙汤啊，结果小孩自己也死了。那这个小雨呢，跟龙呢，就看到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就黑人问号，就是看那边对不对？不干我们事，好，不管，我把这两个就解决掉，直接发便当。我觉得待会一直会出现这两个，怎么办？然后他们就来到父母家了，看，我就跑到父母家了嘛，然后看到了父母，他们觉得生活情趣有点有一点生疏了，所以他们决定重新再去结婚一次。可以。然后小雨跟那个龙就决定说，好，那帮我们来结婚一下。他们就一起跑到了教堂，我们重新去结婚一次。然后呢，现在就是现场呢正在举办那个结婚典礼。然后这两个人陷入坠入爱河，再一次陷入坠入爱河。哇！正当那个这个父母呢，喵哈爸爸跟谁？小雨妈妈吗？跟小雨就是那个喽。有两个小雨啊，凑不起来啊。小雨进去。Moco 嘞。Moco 妈妈哎，喵哈爸爸跟 Moco。那我的小孩不就是？哎呀，已经喝汤死掉了那个吗？然后这两个同事要再结婚吗？还没出现的巧克力。然后呢？然后他就那个喵哈爸爸就从口袋拿出了那个宝物戒指。哦，戒指哦，你说戒指？哇塞！哇，等很久哦，等很久啊，等超久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接啊，超难接的哦。要重新结婚嘛，让他们重新结婚。嗯，可能就完成任务了啊，可以回去。而且那个衣服还裹起来哦。他们还在找衣服，衣服是主线的衣服哦。等一下，他们还在找衣服哦。还有杰特史泰龙哦。我妈现在丢还出去都好痛苦哦。你要丢还出去好痛苦。走另外一条好一点的主线的，突然去找爸妈了。所以啊，现在是找爸爸，然后那一对夫妇现在准备结婚。哎，准备完婚了。而且那个是龙的父母，对不对？对，他们是龙咯。龙啊。对啊，是爸。所以你希望是人马吗？没有啊，我在想那个教堂真大，而且那个戒指应该也很大，对不对？而且他还从口袋里拿出来，龙有口袋，是轮胎。我现在是，我看看啊，我要怎么接？会挡。感觉这游戏就是越久越难接，真的。因为要这故事线变庞大就很麻烦。没关系，你只要让他们帮助他妈父母结婚，就表示你解了两个任务嘛。对啊，很棒哎，就可以去找衣服的主线，对啊，的衣服。所以龙是那父母的小孩，丑陋的龙，然后杰克史泰龙。这个杰克史泰龙是他们的小孩，对对。好，抽卡，哇，就音乐中断了，没办法，那个，就他们的故事太难接了。没有，你不一定要照你的卡片，你可以讲你的故事，再讲到你的，就是再支线下去。对，你不要被你的卡片给迷惑住。
对对对，等教堂接很久了。对啊，你看你手上没鱼笨啊，突然想说什么笨笨的帮他们完成什么过之类的啊，我偷偷摸摸的跑掉啦。所以他们在城市里面的教堂啊，结完婚之后呢，欸，因为小雨已经帮这个龙完成事情了嘛，所以呢他们就离开了那一座城市，继续去寻找伊芙的下落。那经过城市门口的时候呢，守卫跟他们讲说他似乎有看到这一个会动的衣服啊。哎呦，主线哦，会主线哦。哎呦终于哦。守卫跟他讲说他似乎有看到一个会动的衣服啊，经过了某一个村庄的入口的位置。对，哎，他有看到这个画面。所以呢我来看看哦。所以呢摆不下去了，所以呢龙杰克史克杰克龙跟小雨呢就前往了村庄那边去寻找伊芙的下落。然后在那个村庄里面呢，因为其实他村庄没有很大，去的时候呢那边几乎都只剩下老人在那里了。好，对，几乎剩下老人在那边呢。然后呢，有一个老人啊，好，我放弃。跟那堆老人，然后那到哪里？守卫跟他讲说到村庄，然后村庄里面都变成老人，那个村庄是老人，村庄里面都是剩下老人家。嗯，然后现在还有到哪里？然后他妈。哇，伊芙说就是被据说在这个村庄里面，村庄的村庄里面都有老人，就这样。好，换团团是不是？小雨没有换那个换哈吉，我吧。哎，繁星吧，繁星，你越过去是繁星啊，现在是这个箭头顺序啊，对啊。哦。嗯，然后他们很震惊。哎、欸，真的是老人哎、欸，对吧、啊？他们很震惊，村庄竟然都变成了老人。嗯。然后，但是这些老人都很快乐。其中这位老人呢带他回家，原本的带他回他们家。然后怎样带回家，然后跟他讲说看到魔法衣服的事情。然后讲着老有一位老太太从厨房端出了一碗汤。不会是那一碗汤，统一。然后小雨跟杰克，因为杰克太大进不去屋子里面，所以小雨就在里面喝了那一碗汤。对啊，所以那一碗汤是是什么东西？我还没讲完啊。四神汤吗？喝完汤之后呢？汤是不是食物啊？啊，是。好，算了。我想变青蛙。我想变青蛙。好。他们喝了这碗汤嘛，对不对？换你换你。喝了这碗汤之后呢，突然感到一阵睡意，他们就很不小心就这样睡着了。那在这个睡着之前呢，龙在外面，对，就小雨啊，杰克史泰龙在外面。对，就小雨呢要睡着之前就听到了这个里面其中一个老人厨师说你喝了这碗汤你实在是太笨了。你知道喝了这碗汤吗？哇老早就不要讲了。好好，你水哦水哦、欸、你以为为什么这个主角没有变笨啊？因为这个挺笨的排在这啊。好好好，你留得很好啊。說可是还是变笨啦、啊，你还是变笨了，你是笨的。没有，我是讲说，就是被人家讲说我笨而已。对对对。哦，不一定是笨，对。被讲笨，但就事实上被讲笨而已。然后说啊，事实上不会笨。竟然这么轻易的就相信我们啊，我们也太幸运了吧，终于抓到了这个人啊。可是外面有一只龙哦。对，我知道外面还有一只龙。然后因为外面杰克龙现在已经就是天黑了嘛，很晚，然后就是开始有点打盹。然后睡着，然后里面那个老人啊，就看了看了，他想，哎，外面的日龙睡着了，他们就偷偷的把这个小雨啊往后带到他们一个小婊子，小雨啊，哦哦哦哦，哦，你在说什么？哎，不是，我听到那个啊，不好哦，这样不行哦，没有，你要讲慢一点哦，哎，等一下你，他们家后面一个秘密的小屋里面，嗯嗯，对，一个秘密的小屋。
然后他就把他带到那秘密球里面，把他锁起来，然后结果小雨就被锁在里面，然后就睡着了。这样算囚禁吗？我才想说你没出过牌。哇，里面的囚禁没错，可以。哇，好会哦！哇，好会哦！然后马上抽一张牌。是啊，所以。大家接到了，杰克史泰龙，你要起来了没？杰克史泰龙，你要醒了没？我睡着了，然后你可以转正了。小雨被关起来了，对，小雨也是睡着，然后被关起来。对，我也是睡着被关起来。但是小雨是被下毒，就是龙好像没有被关起来，对不对？龙没有，龙没有，龙没有，只是想睡觉而已。那小雨是喝了那碗汤，然后就睡着了，这样。这个村庄好阴森。然后。他、啊、不是快乐老人吗？奇怪，对啊，是快乐老人哦。快乐、啊，表面快乐，私底下是心机。一个腹，又是腹黑。对、啊，贪婪的老人，贪婪的老人。龙醒了之后呢，就在想，为什么那个龙的小孩最大了？嗯，他有点担心他有没有受伤。嗯哼。然后他接下来龙就是在那个小屋四处去找他，结果自己迷路了。这样自己迷路了，好。然后迷路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个皇后。皇后？这皇后谁啊？皇后叫什么？随随便便遇到皇后，是不是叫谁啊 ？Moco， 是不是叫 Moco？ 又是皇后吗？不是啊 ，Moco 不是已经跟那个谁结婚了吗 ？Moco 跟喵哈，喵哈，对啊 ，Moco 跟喵哈，对啊，妈妈妈。我自己现在还没用到的是哲平跟繁星啊，对，还有阿尔啊。嗯，隐月这一局还是秋风啊，隐月也没有出来啊，秋风好了，啊不，阿尔皇后好了，嗯嗯嗯，不在场的不在场的 ，Q 了 Q 了 Q 先，他拿着斧头，干什么？皇后干嘛？看到红色的吗？那应该是巧克力哦，巧克力才对哦。皇后看到了龙，非常的害怕，然后对龙砍了过去，哇哇。他砍你耶！哇，你砍你自己耶！哇，你好凶啊！砍你自己耶！你怎么自残了？然后龙逃到河流，才没有被龙打不赢皇后，打不赢，然后才没有被皇后追杀，然后就这样的又回到了小屋。又回去小屋，逃命的时候就找到路回家了，然后又回去了。哎呀，就是要小屋。那出去干嘛？出去要收伤，待在家就好了。出去丢卡的，你知道吗？出去遇到黄豆尖叫，然后跑回来。有疯子啊！哇，这一轮他已经丢了5张，哎，6张卡了。对啊，我觉得很进步了，进步了，进步了。这我该怎么丢啊？继续讲球线啊！抽了，抽了，啊，抽牌啊，换这，哎，换我了，换你了。好，所以他就那个回去了嘛，对不对？然后回到小屋了，他就想着，哎，奇怪嘞，我明明龙身上有翅膀，我为什么不要在天上飞呢？哎呦，所以呢，我们呢就飞到了天上。然后呢，没果然啊，飞到天上呢，就可以马上就轻易找出来他们上一次跟小雨一起分开，然后不见消失不见那个老人村。有没有分离？赶快丢出来哦！所以呢，他就呢就决定呢就飞到那个老人村里面去问那个老人，一探究竟说到底快乐老人。哦，快乐老人，快乐老人，快乐老人，腹黑的快乐，腹黑的快乐老人村。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杰克史泰龙呢，哎，就飞到这个村庄里面。然后当然、啊、老人也是、欸、因为他很快乐嘛，所以就很开心的表情在说，哎、欸、杰克史泰龙怎么了？然后呢，杰克史泰龙就说，哎、欸、请问一下那个小雨跑去哪里了？他就说，哦，你说那个小雨哦，他上一次呢，哎、在我们家做客之后呢，他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哦，就往一个方向走，往北方一直走，超级奇怪的。超级北方。我要飞吧，飞要飞，我超奇怪。对，他就飘向北方了，飘向北方了，对，飘向北方，飘向北方。然后呢，哎、欸，这个史泰龙呢，哎、欸，他就真的就这样相信了，所以呢，他就呢开始也跟着飘向北方了。欸、所以他的王力宏还是王明志？可能有一个是王力宏王力宏，然后呢？哎、欸，
在这个老人村的北方呢，他首先会经过了一处沼泽。首先清楚沼泽，对啊，那我就正式的把这杰克史泰龙叫做王力龙啦，嗯，这个王力龙呢，他进到这个沼泽里面，就改了名字，杰克史泰王力龙，好吧，好长名字哦，所以这杰克史泰王力龙呢，他就能跑到沼泽里面，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就遇到一个小妖精，这个繁星小妖精，对，繁星小妖精呢，他就过来说，哎，这个杰克小妖精吗？小妖精，哇，小，微笑，啊，太长了，要重新设定故事啊。杰克史泰王力龙嘛，啊，就是这个杰克史泰王力龙呢，哎，这个杰克龙呢飞上天嘛，然后就看到，那个老人，然后老人就是说，这个小雨在北方